开始进港喽。哇哦，这个画面真是美。你说妈祖来台湾了，这次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板桥慈惠公司这么认真的在规划，让把梅州的主要的妈祖请到这边来。其实妈祖非常注意将会诶开机嘛。安尼讲起来的话，梅州妈祖刚才开机嘛，有足亲的姻缘，伫咧土馆内底，安尼会当出来看吗？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